家好，我是思彬。Lavina 是来自韩国前三大护肤品集团高丽亚娜旗下的一款保养品品牌，拥有独家与创新技术，能够为细胞提供足够的营养，让你恢复平滑、年轻、透亮的肌肤。也许你会怀疑，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现在就让我来告诉你。在过去 ，Lavina 连续7年获得了韩国最佳品牌奖，并赢得过2次诺贝尔奖项，是许多韩国明星爱用的保养品。这一次，我们就为大家挑选了7个不同系列，总共17款产品，适合马来西亚的天气，也能针对性为肌肤提供所需。现在就让我来一一为大家介绍吧。老化救星系列就是这一款 Power Cell Axis， 它是一款多元修复精华液，能活跃、重组、修复以及更新细胞。当我们的皮肤细胞恢复健康的时候，就能达到抗老化、修复伤疤、修复皱纹，以及使皮肤恢复弹性等等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哦，那就是使用 Power Cell Axis 之后，会使细胞活跃，肌肤更深，让我们的后续保养品有更好的吸收效果，仿佛就像是去到你的肌肤深层，唤醒我们的皮肤细胞宝宝们，叫他们起来工作。而如果细胞不活跃，你用再昂贵的保养品，吸收效果也是不如预期的。保湿补水系列共分为2种，分别是清爽型以及滋润型，其中包括了爽肤水、精华液、修复乳以及晚霜，可依据不同的肤质做出适合的搭配。其中干性肌肤的朋友在保湿上可是要多下功夫哦，像是你可以选择保湿型的爽肤水、保湿精华液、修复乳霜以及保湿型的晚霜，能修复你肌肤一天流失的营养，达到双层保湿效果，减缓老化的速度。而油性肌肤和敏感性肌肤就可以选择清爽型的爽肤水、修复乳液以及清爽型的晚霜，能镇定肌肤，达到双层保湿的效果，使用起来清爽又不黏腻。至于中性肌肤的朋友，虽然在肤质上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对于保湿工作也是不可忽视的，像是你们可以选择保湿型的爽肤水、保湿精华液以及保湿晚霜，能让你们的肌肤保持 Q 弹健康有活力，锁住肌肤水分，减缓老化速度。胶原蛋白系列，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，胶原蛋白也不断的在流失，所以我们更应该及时补充。像我们可以选择这一罐胶原蛋白精华液，它能深层抚平我们脸上的细纹和皱纹，使皮肤变得更加紧致、水嫩、有弹性。再来一罐胶原蛋白晚霜，能渗透我们肌肤底层，促进胶原蛋白生成，使肌肤变得更加滑嫩。另外，经过临床实验，老化救星系列 Power Cell Essence 再搭配这一罐胶原蛋白精华液一起使用，皮肤紧致效果会更加好哦，简直堪称完美。美白系列，正所谓一白遮三丑， Lavina 的这一款维生素 C 粉末精华液就富含丰富的维他命 C， 能使肌肤从深层的自然透出白皙，并能有效的淡化黑斑、暗斑和修复痘疤的功效。另外，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在使用这款维生素 C 粉末精华液之前，先涂抹上老化救星系列的 Power Cell Essence， 美白效果会 double up 哦。抗痘系列，你是否也面对着痘痘肌肤的问题呢？别担心， Lavina 专为痘痘肌推出了一系列的抗痘产品，像是这款抗痘爽肤水，能为肌肤深层补水，并有强大的抑菌和抗菌的作用。再来这款无油保湿精华液，它能修复收紧皮肤毛孔，塑造平滑紧致的肌肤。最后，可在痘痘生长处使用这一款祛痘凝胶，它能有效地调节皮脂分泌，软化黑头粉刺及抑菌生长。你只需要跟着这3个步骤使用，就能跟痘痘肌永远 say goodbye。 防晒系列，在大马这么炎热的国家，防晒步骤可是不能少，而我们就为大家挑选了3款不同系列的防晒霜，能针对性因环境的变化选用适合的防晒产品。首先就是这一款 SPF 36的防晒霜，就适合长期待在室内的朋友，而这一款拥有 SPF 50的防晒霜，就适合长期在户外工作的朋友。但如果你平时是一个懒惰化妆的朋友，那可以选择这一款含有 BB cream 的防晒霜，只需要均匀涂抹在脸部，
防晒和底妆直接搞定。有效的防晒能帮助我们阻挡紫外线和红外线对皮肤的伤害，所以记得要做好防晒工作哦。面膜系列，拉比达保湿安瓶分子面膜只需要一片就有明显的效果，它能作为紧急面膜来使用。它包含了刚所提及所有系列的营养成分，能为肌肤提供全方位的呵护，绝对是你逆龄的秘密武器。刚刚就为大家介绍了拉比达气管不同的系列，其中我们的主打商品 PowerCell X 以及保湿安瓶分子面膜是最受大家喜爱的，只要用过它之后，你绝对会爱上它。拉比达是通过许多独家与高端科技所研发，例如 PowerCell Essence 以及独家科技 Signalisin，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复以及更新细胞，使肤色均匀及促进细胞再生，能让后续的保养品有更好的吸收效果哦。